神阙穴，益其中。二主中风不省人事，腹中虚冷，伤败脏腑，血力不止，水肿膨胀，肠鸣状如流水声，腹痛绕脐，小儿奶力不绝，脱肛，风涎，脚弓胆肠，三进针，可久百状。九水分穴，一七上一寸，二主水病，腹肩肿如鼓，转筋，不适时，肠胃虚胀，绕脐痛冲心，腰脊极强，肠鸣串如雷声，上冲心。鬼鸡，鼻出血，小儿欠信，三针八分，水病久最好。神下脘穴，一七上二寸，胃下口，小肠上口，二足太阴，任脉之会，三主其生殖气动，腹坚硬，胃胀，雷瘦，腹痛，六腑气寒，骨不转化，不适时，小便赤，脾快连起生殖气动，日渐瘦，脉绝动。分位四针八分，九二七状，至二百状。十一健力穴，一七上三寸，中脘下一寸，二主腹胀，身肿，心痛，上气，肠中疼，呕逆，不适时，三针五分。九五状，十二中脘穴，一七上四寸，位置募穴，腹会中脘，二手太阳，少阳，足阳明，任脉之会，三主五个，喘息不止，腹暴胀，重恶，皮疼，饮食不进。分位赤白里，寒体，气心疼，浮凉，心下如腹杯，心膨胀，面色萎黄，天行伤寒热不已，温热先腹痛，先泄或乱，泄出不知，食饮不化，心痛，身寒，不可抚养，气发炎。四针八分，九二七状，至二百状。十三上脘穴，一七上五寸，足阳明，手太阳，任脉之会，二足腹中雷鸣相逐，食不化，腹刺痛，或乱吐力，腹痛，身热，汗不出，分为呕吐食不下，腹胀气满，丁冲心悸，是呕血，痰多吐涎，奔豚，浮凉，三重足心痛，风涎，热病，马黄黄胆，肌聚间大如痰，虚劳吐血，五毒不能食，三针八分，先补后泻。十四巨阙穴，一九尾穴下一寸，心之募穴，二主上气和逆，胸满短气，背痛胸痛，脾塞，数种心痛，冷痛，蛔虫痛，骨毒猫鬼，胸中痰饮，泻心痛，先吐，霍乱不食人，惊悸，腹胀暴痛，恍惚不止，吐逆不食，伤寒烦心，喜恶发狂，少气腹痛，黄胆，急胆，急意，咳嗽，胡疝，小腹胀满，烦热，各种不利，五脏气消干，足心痛，失觉，热身子上冲行昏闷，刺巨阙，下阵令人力缩不闷，刺骨合骨，泻三阴交，太阴针而落，孺子手捧心，正下手有针痕，顶母心向前，人中有针痕，向后枕骨有针痕，试验三针六分，九七状，指其七状。十五灸尾穴，一剑突下一寸，任脉之别，二主息分，热病，偏头痛，隐目外字，一喘，喉鸣，胸马喘咳，喉低液肿，水浆不下，癫痫狂走，不眨言语，心中气闷，不喜闻人语，咳唾血，心惊悸，筋骨耗散，少年防劳，短气少气。三高的原穴为灸尾穴，四进九，可深针三分。十六中庭穴，以胸部当前正中线上，平第五肋间，及胸间结合部，二主胸胁之满，也塞，食饮不下，呕吐食出，小儿吐纳，三针三分。九五状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